拔腿狂奔，盗上垒包。拉米狗林志平去年以单季31盗勇夺盗垒王宝座，本季尽管各队投手严加提防，目前仍以27次盗垒成功在排行榜一枝独秀，比排名第二的队友大师兄林志胜18盗还多出9次，而且产出效率比去年更高。这样的好表现，本人其实也有点意外。打击力吧，就是上垒率今年有比较提高，所以今年可能打击比较稳定，所以盗垒方面就比较会超出一些啊。投手的节奏变得比较不一样，每一场的节奏会不一样，所以会有一点负担。林志平本季目前打击率3.26%，上垒率3.93%，两项数据都是征战职棒7年来最佳，生涯累计盗垒次数也来到97，百盗里程碑即将达标。很辛苦，但是自己想要的，但我也会去努力啊，对吧？然后，没有想到会达成啊，这都是自己以来的目标，很多细节啊，就是。很多细节要去观察的地方。今年球季蓝米狗还剩下39场比赛，林志平目前已经累积27盗。球季结束时，希望自己达到什么样的成绩呢？很多人说可以破40盗嘛，但，我尽力啊，就目标啦，就是也希望可以蝉联啊。一棒棒用心挥击，一次次奋不顾身盗垒。林志平希望自己的好表现，不但能够卫冕盗垒王奖项，也要帮助球队连霸总冠军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